究竟啲平車邊度揾嘅呢？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欢迎来到这期的大车斑马节目。我们这个项目开动以来，其实最多我身边的朋友甚至业内的同行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问你们那些报价哪里来的，经销商都做不了这个价的，你哪里找的？说到底，我们那些方案，那些很便宜客户喜欢的价格，很可能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找的。如果你的目光只能局限在本地一个小的地方的话，你肯定找不到这样的价格。但是把这个目光放广一点，可能价格你的选择就会多很多啊。所以今天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些呢，我们在全国帮大家异地提车的一些案例啊。第一个分享案例 ，iOnY， 对我们广州的朋友或者一些大城市的朋友，觉得 iOnY， 哎，这个车很便宜啊，还有补贴。但是对于一些别的地方或者一些小城市的朋友，喂，要买个 iOnY， 可能经销商也不多，优惠也不大，就个几千块，而且关键还没有补贴。但是其实 iOnY 来广州买，你根本就不用需要其他的条件，拿了个身份证就能享受广州的优惠，享受广州的补贴，甚至上一个广州牌。所以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帮大家了。如果你觉得来广州啊，这个条件太远了，太麻烦了，也不想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帮他去搞定了。比如最近也有客户这样的，买个 iOnY 70的版本，原价是13万1800的，现金优惠9500，全包落地是12万8000，最终还帮他搞定了广州的地补优惠，11万8就能搞定这个车。对于一个外地的小城市的客户来说，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吸引了，这也是我们满足客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一些特别配置的车型了。最近有客户就需要一个 GLB35 AMG 车型。说真，买这种高性能小型 SUV 这么玩野的车呢，可能钱不是最大问题，最大问题想赶紧拥有，赶紧享受啊！而且呢，它需要的配置也比较多，也要选配什么20寸大轮毂啊，特别的内饰需求啊，音响也有特别的要求啊。关键还想尽快提车，最好用现车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找了几天，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去找，才能帮他找到仅仅最后的一台满足他的需求的现车，马上异地就帮他拿回来。所以这位客户也非常满意，可以最快速度拿到他需要的车。第三案例是我们做的最多的比亚迪，有位客户是在梅州的，需要台比亚迪的海豚。他在当地的经销商去问过最低的落地价，他需要的车型配置12万6800可以全包落地。然后在我们这里去问，我们帮他去找广州的资源去问呢，最终同样的车型落地价只要11万5800就能全包搞定了，比他自己问的价格便宜了10000多。所以呢，在我们这里做的另外优势就是，如果你所在地方经销商并不多，城市并不大的时候呢，在我们这里你可以坐在家里轻轻松松的得到全国的资源，全国的报价，让你去对比你能得到的车型啊，车款价格往往都会更有惊喜。第四个案例跳得更远，直接跳出省了。有个客户想找领克09，但是广东这边的领克价格其实挺坚挺的，反倒看看全国的市场，有些其他的省份领克的优惠明显比广东还要大10000多。所以这样对比底下，客户哎算一算，如果物流运费啊加在一起，这个优惠这个差价也足够的吸引，哎，所以这位客户就选择在异地物流回来，而且也不用客户搞什么手续，连物流连个手续我们都可以代办搞定，客户就在广东广州这边坐着等着这个车回来就 OK 了。所以如果能接受异地提车，跨区提车的话，这个价格或者这个选择空间也会大很多。第五种就是那些很特殊的车型，比如我们做的最多的马自达的 MX5， 日产的400 ES， 还有一些小众一点的宝马 M2 的手动挡车型，要平行进口才可以的。这种车型呢，其实我们也有做的挺多的，尤其是在一些小城市或者他所在城市没有一些平行进口商，也没有一些相熟的卖这种车的一个店呢，他就找我们就帮他搞定了。 MX5 是做的最多的，现在 MX5 呢最终落地价大概我们做的就是30万3500就能搞定了。而且呢，我们的好处就是呢，直接让你在家门口提车，我们帮你尽量搞定可以搞的所有手续，把车板车运到你的家门口，直接放下给你，你在家门口提车看车试车就 OK 了，手续我们都帮你包了。
第六，这个套路就非常典型了，比如有些车型在大城市里面非常的火的，比如一些豪华的电车，一些小众的车型，但在别的地方其实它的需求并不多的。比如最近我们做过宝马的四系，在上海那边的配额非常的小，但是需求又多，所以呢根本不愁卖，要买这个车呢据说还要加价30,000去选装一些配置才能给到你的。但是在某些城市不单只是不用你去选装的，甚至还有优惠，还有配额，还有现车给到你，所以如果愿意在别的地方去找资源，这个价差就非常大了。比如今天这个宝马四系的方案，最终我们是帮客户直接省了50,000，这种价格差异是不是非常吸引呢？听到以上的案例吸不吸引呢？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需求，也愿意打开格局，让我们在全国范围让你去匹配不同的方案资源的话呢，欢迎找我们，我们可以一条龙为你去服务啊！希望我们的车帮忙服务能帮到各位。说的这么好，究竟会不会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？我们下期再来详细聊聊这个问题。